大家好，这次我会回答一些之前在 Page 上面被提问的问题。这一集我只能回答在前面的那几个，如果还有要求的话，下次我还会做 Q&A。How you start Maple？ 我玩是因为我读书的朋友介绍的，我看到是独立燕，觉得应该不难玩，所以跟着他们一起玩。Past Maple Experience， 一开始当然是从零开始，做什么都比较难，还特地劝一只 Bishop 来帮我的 Shadow Level 200。When you quitting Maple？ 对我来讲，一个游戏没有 quit 不 quit 的，想玩的时候就玩，玩累了就休息。Why you invest so much in Maple？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投资，我玩 Maple 是因为兴趣，很多兴趣都会让我们花钱，你一天花一点你不觉得多，我玩了至少6年，所以看起来比较多一点点。How do you overcome your fear by spending so much money on Maple and then earn back？ 你一点一点花是不会感觉到怕的，到最后算不算赚我也不知道。How you get your income from？ 我在里面花的就从里面赚，有赚到才有的花。Ways of you earn money in Maple？ 我可以去打 boss 卖 drop， 或者做最基本的买跟卖，有时候可以做一些 leveling service， 偶尔做一下给波帮人家做中间人，抽一个18%。I want my damage become high and why I'm noob。 如果要赢人是需要付代价的，你要在类似的游戏跟人家比，需要的是时间跟金钱。How to build EQ without spending much real money？ 你可以从游戏里面赚，过后再慢慢买。当然，如果你花得起真钱，你就会快很多。How to train to level 200 in 14 hours？ 14个小时的我做不到，我曾经做过的是19个小时。你去我的 YouTube 自然就看到了。Why you so pretty？ 美不美是看个人的，如果你真的觉得美又想知道为什么，那我跟你讲，是因为天生的。游戏中的小孩子，那些每天吵吵闹闹乱骂 GM 的，乱靠北人的，顺便说明一下 GM 的工作，别什么事都怪他们，别让他们无辜被骂。那些乱骂的人你很难去管，嘴巴是人家的。 GM 的工作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在游戏里面巡逻陪玩家聊天，如果游戏里面有 bug 或者 server 出问题，应该是不关他们的事。 How people should manage time between gaming and life？这个是看个人的，有些人对游戏比较热情，所以在游戏里面花的时间比较多，通常是看一个人做完工作过后剩多少时间，不可能玩到连饭碗都不顾。 What you do beside mapling？ 累的时候就睡觉，肚子饿的时候就去找东西吃，有朋友揪的时候就玩一下 Dota， 有灵感的时候就做一点 video， 得空的时候就弹一点歌。谢谢大家。